咱已经来到现场，即个乡亲是无，我拜托尽量往头前来坐，尽量往头前来坐吼，因为咱来看迄个投影机吼，啊，咱后壁还有真侪人要来，无你即马咧坐落吼，伊会歹过咯。哦，拜托，遮头前了有真侪位，先甲坐起来好无？拢总往头前来坐。啊，咱准时五点半吼，咱即个座谈会要开始。啊，市长林佳龙六点会到位，吼、哦，六点会到位。啊，请大家甲配合咧，尽量往有空位的头前先甲坐起来一下，为了迄个画面要好看吼。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吼。啊，五点半准时要开始，五点半准时要开始。啊，有里长来到现场的，请恁往头前第一排来坐吼。里长已经来到现场的，请恁来头前坐。多谢大家吼，多谢大家。会当过半，二会过半，林佳龙
这么认真打拼，在推展政策的市政，政策这么好的林佳龙吼，可以会当较顺势来执政吼，还是是。啊，搁你参选吼，这个一号的张德兴吼，张德兴家欢迎伊吼，啊，咱嘛可以张总来甲大家问好。论人心，啊，大家票啊，票如好，一定过关。结果，这就是爱靠大家智慧啦，吼。啊，我感觉讲，啊，少年人有一个服务的机会，因为我做义工的时阵才26岁，以后我加我几岁，吼。啊，真正做代志，做什么，不管服务什么，我定来讲。这个代志做，用着忘心肝、忘良心去做工作，做了无好，真正我暗时的含面，真我的含面。我希望讲大家下好趁一个机会，我就做。啊，你就会全责来底，我有咋做我做。无造作的部分，就是爱拜托后尘李春啊、嘉良，拜托迄个石志忠，哦，啊，而且因俺这个办这个说明会当中，而且先分拜托大家，咱本路嘛来个现场吼，啊，要咱现任北洋里的里长吼林清水嘛来伫现场。咱婆家该欢迎吼，多谢伊。还有咱丰田里的里长刘瑞全嘛来到现场吼，感谢伊，感谢伊吼。遮有来的拢表示要支持咱市长，咱嘛爱甲斗相共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啊，还佫有咱代理社会里的里长吼，李明环嘛来到现场。还有几位吼，要参。选红色里的里长吼，咱的刘昌富吼，拜托大家到参加。啊，红社里的参选人徐宏伟人就，好来表达，该招呼一下吼，感谢伊来到现场。啊，最后我要介绍这位是担任会市代表，四年前。咱市长咧拼的时阵，伊出足地力，奔波走撞，所以咱的市长今仔日伫丰原才会票提啊水吼。咱的担任咱即马目前竞选总部的副主任委员吼，咱的郭进都先生郭代表吼，感谢伊。啊，我邀请咱邀请咱一分钟，因为市长特别到，所以时间唔够赶。我你甲大家招呼者，歹势。啊，所有人遮乡亲时代，啊，大家阿蛮啊，真欢喜，搁甲大家伫遮吼会当三代做伙。啊，要来拜托，就是讲，予少年来，即个包括咱即摆丰原咱葫芦墩公园咧做花圃即个场地，嘛咧采取反对的迄种态度，所以会三讲，予咱边边丰原人实在是看甲足袂顺，我嘛土生土长。一条软皮啊溪，咱会当来整理，甲会当来划龙舟，会当来过这个船，这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。礼拜六后日，咱就要来开幕啊！咱丰原这边就大大露脸，丰原这边都是会真骄傲，要全世界人知。啊，接二科，伫今短短六个月时间，大概丰原外埔甲后里拢总大概接近超800万的游客来咱丰原。绝对会带来丰原不同款这个风貌，包括咱丰原各校嘛已经开播啊，这个本来是看这个平台平台嘛，拢讲烟花啊吼，加真水。一个认真要做的市长，伊拢无甲咱耽误着，咱规条丰原街下路，古早12米以上，你若要看有病真少；，即摆12米以上，你要看无病足少。咱的医患都看得足平，咱看上这路啊，看得足好势，一世界拢看得足平，咱可以。再多高票来，人民拍手，好，拍手，好。大招爱招啊，劲，让少年的来，好成。
77年次，咱有一遍机会，好唔好？好，好，因为咱提名三席，确实有竞争，但这个票若处理会好势，拢有机会要当选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安尼唔敢耽误大家真侪时间，若要我讲话，用讲啥物啊？恁可能上爱听就爽，到底咱即摆状况什么状况，我大家让你知。咱新北市目前，你若看到的民调，袂输我咱苏南20%嘞，其实我拢是甲你讲。拢比1%、2%误差拢会内底，高雄看起来足危险的，老实讲，会紧张，完全袂危险，皮拢上假。咱只要若敢做咱自己的拍，我万再予大家知，咱至少也5%以上，足稳定的。阿来恁看，出去，好，卖去予中天，卖去予这个啥物美丽岛这个五子家，这拢比中国有高资摕中国的钱。卖叫中天车唔吃人，卖叫怪卖叫骗，黑龙江假叫做无数，卖叫中国时报，卖叫联合报骗，黑龙骗人诶！相信咱家己，相信我的信台，相信中央时报，迄个较接近事实。啊，好唔好？好，好唔好？来看一下，林佳龙，林佳龙，林佳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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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晨，杨晨。咱的副主委吼，啊，我现主持吼，咱要用咱的掌声，要来欢迎因阿妹主角吼。除了市长以外，予少年的来。好出界啦！哦，副主席，来，予少年的来。让年轻的来。咱用掌声欢迎因两阿母入场吼，尤其是因太太。即马拄生也伫做月15天尔，啊为着伊的安排，同款安尼抛头露面，来，咱用掌声欢迎您进场。加油加油！感谢大家。要好成功话进前，我有一个要紧的，爱先甲大家拜托。方圆要选三席。你知影咱台中市拢总有几席的议员？你知无？65席啦，65席爱一半爱几席？32.5，所以伊是上关键的第33席。这席啊无过吼，咱的市议员袂过半，安知无？拜托大家，这席爱顾条嘿。感谢，感谢今日的主持人，我上敬重我的总干事咱丁三兄，现场嘛我的荣誉主任委员，咱的副贵兄，咱的陈立伟，啊，咱的朱龙昌，咱的市政顾问嘛是我竞选，我上敬重的主委杨三兄，现场坐坐，甲好声收听，咱这乡亲时代，我嘛有看到咱的市政顾问郭进都，咱郭代表。这一路走来，拢甲少年人牵线，嘛有真多的旅长，包括咱吴大川、吴旅长，这拢一路上甲我相听。咱德云、咱德云旅长，这有真多说明服务，拢甲后勤这边来哩配合。啊，有咱群乌影，咱出条里的旅长，这是我妈妈生长的所在，嘛是我的厝。我的厝伫下镇了，所以我嘛要感谢咱旅长对后勤规个会照顾。现场嘛有咱市政府、咱公所的律师，嘛是伫社会真甲好陈斗相共。再来嘛有咱的候选人咱洪世礼，一路上甲好陈相听，咱遮乡亲时代在场一定要特别介绍一位，是咱老水泉老里长，我家己阿兄，真侪人一定感觉足奇怪，谁人会足甲我斗相共，特别甲讲故事互大家听。嘛有姐姐，咱今日相片，大汉要过过过一节哦。即个来个南洋，无甲你拍着招呼就袂使哩。姐姐，咱方圆，咱所有的乡亲时代，大家阿妈，大家好。大家阿妈，大家好。我是议员候选人，登记一下号刘浩辰。今仔日大家共同做伙来相片林家良。感谢刘浩辰，咱所有的乡亲时代，爱心甲大家感
谢，谢那感谢的放在头前，因为浩辰，咱拜仁跟咱名，咱所有黄金时段办来到现场，浩辰一路上，咱清水李柳办在现场，李柳跟大家握手一下，拍谢哦，即卖甲上甲嘉良市长斗相共的，浩辰的一路上先甲大家感谢，谢呐，因为我为初选选甲进，真侪人讲。你30岁尔，你安怎甲人选议员？你无钱无势，一个菜市仔囝，要安怎选议员？我来同你讲，因为有你，予我力量，予我会当行到今仔日，会当予我行到剩24天。浩辰，非常的感谢，握手阁有24天，我来同你报告，嘛个同你拜托，拜托大家做浩辰的分身。在这短短24天内底，帮我倒邮票、倒股票，让少年人一个服务的机会，也让咱丰原后里有一些的少年议员。当然，嘉良市长伊的建设，大家看会到。大家头我有听到足侪人伫讲，讲咱丰原倒有建设，我就无伫遮，搁一一来讲。我甲大家讲一个代志。咱嘉良市长这么认真地做代志，咱看到国民党的对手，伊是用什么款的部署？你对付咱这所有甲嘉良相亲者支持者，甲一个认真的市长，伊讲台中市市长若换人，空气会换新，我来提报告，无影无食。市长上任了后，咱的空气品质一年比一年更加好。当然，咱要继续打拼，但是绝对不是唱衰台中，让咱台湾人感觉唔对。咱嘛看到台湾，咱的两边客的政治，咱的妇孺尊敬开解，咱的花博伫台湾都要来开始。对台湾来讲，人民讲门票。人民讲人，人民讲火有危险。我来报告，今仔日若无林嘉良，咱丰原敢有花博？无嘛？啊，这是安怎？因为当时阵咱发现上好，咱知影咱这个马场是百年的古迹，袂使使用。嘉良来问我，来问咱这个议员候选人讲，要变安怎？啊，阮就甲建议啊，丰原就有一块地传遍遍啊，啊嘛毋免开征收的钱，都会使你来建设。啊，搁有遮个代表、遮个里长，大家你甲我建议，讲咱丰原还有一个大建设。所以我嘉良建议，我也市长建议，予咱个花博刷来丰原。咱丰原也是一个展览区，咱嘛会当借这个机会。来做咱的连外道路，这几条路拢看上无20年啊，无一个市长有法度做啦。咱就是有因为有嘉良，因为有伊的相挺，因为有伊未来建设咱丰原，才有咱即马的路。所以干来这几点，我来同你拜托，爱护认真的市长，进步的台中，咱林嘉良继续来为大家服务，安尼好不好？大家有讲，厝若起一半，阿那师傅唔通话，而且甲大家拜托，咱丰原后里，即届咱来用选票，甲嘉良相挺，咱来予嘉良知影，咱丰原的民众的乡亲是安怎感谢这个市长，但是咱的议会若无过半，咱看到咱的医生。今年度的到三月到变数，咱足侪物件拢卡掉的，包括咱的老人补助，包括咱的食药，拢因为议会未过关，咱全无。啊，国民党才讲你华人家良无甲恁争取，咱现在爱互认真拍拼的恁家良好做代志。我嘛听到咱即摆中央之前，足侪人咧讲，咱民进党安怎又搁安怎？我甲大家报告，改革会听。改革的伤，拜托大家用恁手中的选票，甲刘浩辰支持，甲嘉良支持，可以会使恁顺利来当选。感谢大家，拜托大家，感谢，谢谢。好。
感谢感谢咱的刘厚成吼，啊，咱的市长听讲伫后壁吼，来，民进的市长，林佳龙，进步的台中，林佳龙，民进的市长，林佳龙，进步的台中，林佳龙，台中一位外龙，林佳龙，林佳龙，斗帅，林佳龙，斗帅。斗帅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斗帅斗帅斗帅！谢谢刘浩辰，刘浩辰，刘浩辰，斗帅，刘浩辰，斗帅，刘浩辰，斗帅，浩辰浩辰浩辰，斗帅！太激动，我讲咱和市长先入去拜拜，和市长先入去拜拜一下吼，啊，等下才来听伊讲话。我较要紧的就是讲，市长一定要选第一名，市长若选第二名就拗出来了，所以市长一定要选第一名。但是议员啊，无一定要选第一名，但是议员都接触啊。这个是关键的第33席。假使刘浩辰也有过，咱议会过半，市长爱连任，议员爱服务人，安尼好无？好。这个观念爱真重要吼。过去。全体送你建设好礼，拜。披军岁主五十年。农历8月14日，开车开车，万事大吉祥。台中市长林佳龙率领着宏源高福中主委及所有干部、市员候选人，登记16号刘耀贤以及竞选团队，一同向宏源高福中献上祝福，立威如神，向上友三拜礼。彩牛拜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社会祥和。彩牛拜，祈求落下祝地主、蓝田百福、女郎天祥、家家有田。观彩牛拜，祈求林佳龙市长连任成功。会八卦，刘玉成顺利当选，气温超量，市民平安，花博顺利，全体太阳宏源高光亮，天上圣庙立威主持，天山建雄的，一吉祥，再吉祥，三吉祥，内祥，好，咱市长拜好啊！啊，这个关键的第33席，我一定爱讲给恁听。等下市长嘛会亲身讲给恁听。65席，咱就是爱拼33席。民进党也无33席，安尼就完全无度过半。所以宏源爱拍好人，市长连任，议员好人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哦啊。讲较有精神的吼，等下市长会讲足济伊伫宏源的建设，啊，互咱大家听，啊，互咱大家知影吼。啊好，市长已经拜座吼，咱要来邀请伊正式甲咱推荐这些关键的第33席，六号的刘厚成，好少年的来。大家请坐吼。啊，各位啊，听咱家聊，嘛支持厚辰哦。咱花莲县地区的乡亲是宝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看到遐济人哦，非常的感谢。啊，食饭时间哦，啊，来给大家咧拜托。那大台中，即马进步中。
台中的改变啊，大家应该看得见。那当然这次家中孙球连连，因为这次选举真特别哦，拢什么科批咯、韩流咯，啊，这件事哦，民主政治啊，上重要就是讲啊，这政府有咧做代志无啦？有咧做代志哦，咱就继续来用好啦。啊，有咧做代志哦，其实哦，迄拢啊，搁啊过眼云烟啦，哦，迄即马政治才变演艺界啊，啊，那个欢喜的哦，嘿，大家要看一个啊新鲜的哦，但是。咱的命运啊，吼，四年一届，要交予谁？人咧讲人对，代志就对。选到好人才，哦，咱就好将来。所以选举是讲啊，咱人民做主啊。但是哦，嘛爱敢做敢担当嘞。有当时啊，做唔对决定哦，咱家己受害。啊，我刚才，咱台中哦，大家。但论这个选举哦，较就事论事哦，大家拢要问一个问题，吼、哦，啊有咧做代志无？啊，你甲舒服看卖，我卖用口号。嘉良，啊未做市长，就四年前啊，会封完。甲即摆做市长，就从四年后会封完。大家感觉有较进步无？有啦吼、哦，啊。方圆因为过去是县政府的所在，合并了向边缘化，大家拢讲哦，安怎来救方圆？哦，啊你袂使安怎？但是啊，王国会较紧，爱有做法。所以我今仔来，我甲恁讲我的政见，我要甲恁考试，考试是啊，歹势讲啦，要甲大家哦来问，咱今十项啊方圆要做的代志。互你来讲，我咪讲答案。有人会使举例，你感觉宏源这十年来有啥物较大的变化？哦，建设无？哦，啊，有要举手的无？来，哦，恁爷爷哦，整体个古村啊嘞，华龙洲嘞哦，哦，落过来话，即马花圃园区嘞遐嘞，哦，第几下啊个无？哦，铁路高架化，哦。现在平交道也无啊，啊另外就是讲地下道那边个填平，两边的缝合啊，啊下骹阁会使用的哦，为宏源伊个乌哩啦，哦这都市绿啊，这实在是足重要的哦，啊阁会使设停车场，哦，啊过来第三来，社会住宅，哦社会住宅，哦啊阁会使，现在咱要做要八年一万户，咱现在已经四年超过5800户。第一期就是丰原安康段，哦，做甲大家感觉讲，哎、欸，哦，这社会住宅品质袂歹，拖又拖啦，哦，啊，佫有青年创业，啊，佫带动啊周边哦，哎、欸，连迄中国医药大学哦，因为迄个哦关怀据点拢来设立咱家，长照的 A、B、C 的迄个 C 级啊，嘛来咱的丰原的这个啊三个主体，第一期200户，第二期。那个700户嘞，啊，包括咱火车站后壁，哦，也有一块地啊，咱要甲国三树咧合作，买起一挂社会住宅。连咱的迄、那个，咱讲的这个，立林车站，差不多离咱丰原甲潭竹遐哦，遐嘛一个站，迄边啊嘛要做社会住宅。好，安尼三，搁进化卖，来，我来，下个，你你。好，真难啊。你就知道咱的丰田里啊，咱的这个水资源中心是做到哦，那几个哦，绿地，啊，搁那几个哦，水环境，啊，搁遐社遐活动中心搁会使用，安尼四项啊啦吼，来够无？五项啊，我来咧。好路通。啊。好路通。好路通，来再。这讲这老样啦，改变了嘛，做代志有效率啦，袂拖沙啦，啊，咱的哦，市长、即下甲区长、甲里长拢一条线啦，找着人啦。过去我实在恁认识要找清洁队员哦，你足困难的，真死你啊！咱即下要看，想烦恼区长配合里长，哦，
安尼哪项啊哩？哦，拖一条龙，出事甲上少人拖一补助这囡仔哦。哎、欸，你即马为明年开始咧，阿公阿妈全嘛要补助哦。啊，确定啊？明年八月一号开始。哦，哎、欸，阿叻阿公阿妈的托育津贴啦，啊，一个月2万，2000多啦，啊，一年安尼就3万块咧。啊，你出事甲小学拢总6年咧，那台中市拢有补助了，你请保姆嘛补助咧，0到2岁6000块，啊，3岁到5岁嘛拢有哦。即好咱的少年人伊敢生饲得起，我安尼请下个过来。来，进来，好、哦，好。65岁，爱心卡这个我都要借哦。1000块一个月。啊，我第我建议啦，哎，我当我娱乐精彩，我只要我使用我较快。哦。好，小小你老妹带我来，真好，你就安尼啦。这1000块爱快就吃着，起码啦吼。除了骑客人车去，啊，甲去看病，会使做挂号费甲顾问负担。咱的一寡国民运动中心，还是讲咱的一卡未来的这个哦。捷运还是火车，好、哦，因为两个世界用好不好？好、哦，这最重要，因为这1000块要你行出去。你吼、哦、有病去看医生，你恁行，伊讲啊，搁来迄个挂号，啊，部分负担费你会使1000块你扣。过来，啊，你也无病，你练身体。哎、欸，客停车一只，一台客停车坐几人？4个，大家小少。哦，啊，你安尼四个人就4000块，大家合理用哦。有当时啊，你月底到啊吼，啊无咱嘛吼，坐只客运车去菜市啊买一物件，啊无去百货公司找你去哦，买一只咖啡。啊，这拢是消费呢。客运车司机有头有脚，伊有钱了，伊经济就改善咯，创造一个机会。包括你啊去外口拢是更加要食一个啊吼，食一个啊这个饱，这创造咱的循环。啊、哦，这就是社会投资啦，就安尼哦，八项啊，啊，可能啊，到底怎样的？哦，好，都准是先改啦。一开始大家都担心啦，讲那个，甲很很贵的啥变安怎？起码你甲看，那陈世光啊，有水无？哎，边啊听讲那厝起码介绍都起来了。甲河墩，就甲恁遐街边啊，有第三恁通餐餐地去买哦，来。好，第三。第十项就是咱东南里一条大条路，33里。哎、哦、哎，这条。咱33里即摆用头到后里买着这个花博园区，啊，我这啊，搁一项搁上重要的，甲咱台中市的空气改善了，全台湾第一名。哦2000万，伊是厝边个夭寿在讲的，讲啥物在做事，你有空气喘啊做歹，家良就要开连更枪哦，讲啥物狂话，水啦，甲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啦，今年10月，咱今11月1号啊，10月份，咱的空气品质 PM2.5 哦，伊才降到偌济啊？我上年的时阵是每立方米27微克啦。刚刚鼓励20.2微克，来十月份哦，16.5微克。这不是刚刚有人来听的，不要发点笑话，现在陪个家是做红的哦。为什么原因你知无？丰兴钢铁厂啊，投资28亿，改伊个哦，火顶咧买烧个乌油的啊，改做天然气，是嘛？迄几个丰兴钢铁厂的污染，好无降价要甲八成。哦，一条振龙纸厂。哦，振龙啊，叫我罚3000-4000万，你知袂？连续罚，罚到到尾伊交出来个，吓死我啊！振龙，你即摆在甲看嘛，哈袂臭啊？啊，咱遮东义有无？有一间，哦，有当时啊，晚上会好烧啦。啊，过伊拢抓无，啊，但是咱有发现讲，伊家一寡火车甲一寡客咧违章的、未登记的工厂，所以迄部分我就是甲拆掉啦。所以讲，伊一直吼违章一直起啦，啊，所以愈来愈大劲啦。
啊，为种个无能才拆掉啊，哦，这点。所以空屋的改善都得十一项哦。拄啊，阮啊，阮拄拄啦哦，阮家己马志哦，阮兄弟啦哦。即个办花博，咱除了赚到一个葫芦墩公园啊，我是互你，即个是本来咧后里无方圆到外埔咧，撞到石虎，我才甲搬来咱方圆啊。所以方圆有花博，爱感谢什么人？林家良。林家良。啊，新年头前讲话，即拢爱讲实话啊。咱搁赚到一条什么？拄仔讲的，咱的公园大道六段，为后里中科这条2.9里公里，下边到30亿了，啊，无花博这条嘛未通啦，无我先搁吹一下。好，安尼斗一斗啦，你甲看，你来斗宣传。即摆我做到安尼哦，但是哦，对方规间拢咧甲我讲咧空屋啦，安怎安怎？啊，过去因搭个粪扫我咧捡咧，啊，我捡到安尼哦，讲我姿势歹看，嘿，安尼敢无道理？无道理啦！啊，选举还有政见啊，哦，这是挑战者还有政见，啊，咱前年咧还有政绩嘛，啊，讲宏观人啊，是咱台中经济社会地位上悬的咧。过去啊，咱的银行储蓄是上多了，双 B 的迄个车嘛是上多了，是创业人足多啦，足有受用的啦。所以拜托大家吼，即届也加加油吼，有足个天气嘞。因为顶届我还袂做市长，恁就给我6%的票啊嘞。你知影赢偌济票无？1万啦！赢2万1啦！好玩啦！嘿。都赢20000票啊！历史上可能历史会歹赢济。啊，我这四年有做代志无？有。啊，票是不是还悬？啊。正确，但是无一定哦。啊，开起来无2万1哦，我会出歹势了，我唔敢来啊。啊，做愈济票才愈少。啊，后过大家都歹做代志啊，连消费了啊。即摆台湾的政治哦，大家拢规间咧，拢咧讲迄个好。我感觉迄个实在是语不惊人死不休。爱有做代志的人一个肯定，我讲到这，啊，嘉良这四年吼，叫阮白脚白手做歹做代志，恁知为啥？议会无过半嘛，总预算常常吼，年底爱过拢无过，拢甲我拖到隔年2月。啊，我减2个月做代志咧，足严重个啊！所以知道，咱啊，民进党提名，希望讲市长来个过关。议会甲过半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甲大家讲，即摆议会吼，要过半，我算过啊，咱差不多差一线。我真正算过哦，因为民进党啊，即摆26席，还有2席是走去做立委，过迄2席的话，应该是咱的条件，张廖万坚，甲黄国书，就28席啊。那么28席内底，咱即摆过半，因为即摆市议会加2席，所以35席过半，33席，咱爱阁剩5席。我算过，方圆后里爱加1席，然后5席，咱民进党提名3席，2席是不是现任的了？迄已经较稳了，对无？因为服务较久啊嘛，大家拢捌啊，所以要抢第3席、5席啊过半。在方圆后里，咱台中市议会就过半，大家讲对不对？所以我知影大家议员拢足优秀的，哦，啊，即道包括阮副会长嘛出来，你甲看，而且拢做过立委的，都是为虾米？重点爱客咧吼，新人少年的较积极些。啊，咱的吼，我的市政顾问吼，咱的这个朱龙昌哦，有够热心啦，即届我敢若家己咧选的，我写甲吹一下。做助理委员，啊，阮丁山啊，这就是应征上啊吼，这10多年来我咧台中吼，麦克风伊咧斗阵，所以拜托大家，吼，我的判断啦，因两席吼拢真稳定，啊，因为长期的，所以拜托给我出困求一下，
分一票给咱的侯友成，大家好，好，好啦吼。啊，我讲这不是乱讲的，因为我算过，因为五席咱的票是会使，好，四十二五路会使第三席。啊，讲票无够的去共拖落来，我唔敢讲。好啊，因为咱提三五名提三席，就是要抢第三席，所以后程那条宏源后面过半，嘉良咧市里会就过半。啊，我咧宏源的票应该卖超过两万票，赢两万票以上。今仔日上重要就是来甲大家拜托一下，因为大家拢有啊，要有嘉良好做代志。啊，这个刘后程吼、为学生时代就做我办公室的义工啊啦。啊，后来阁算做我的秘书，拢跟我咧出去行。伊非常了解我林佳龙训练过的吼，拢耐操阁有动头。你甲试用看卖好无？好。试用一下，四年前你也无甲我试用，你嘛唔知袂。因家拢知影咧，我日时啊，五六点就起来咧赖啊了。早安啦、我收偌济，你足济个都嘛，早起困袂起我。暗时我嘛得你。嘛，我有十一二点嘛，较看看，搁来个赖一个嘛，一两点嘛嘞。我拢家己赖哦，哦，唔是咧靠别人，我要秘书我赖哦。所以我意思讲，我咧拼到无眠无日，因为咱珍惜大家给我服务的机会。即届嘛爱拜托大家，给咱刘后成一个机会。我甲挂保证，心灵头前讲，刘后成啊条，一定啊，哦。认真、专业、好严格，大家好唔好？好。我少年人一个机会哦，伊会拼死拼活做，为啥？伊还佫有未来啊！伊唔是要退休啊？规个吼，我是歹说，佫规个做六七届啊吼。你讲够？只是讲少年人哦，唔管倒一道啦。咱即久上少年就刘浩存，啊，结果台湾人唔知影讲栽培一个少年人哦。啊，愈算咱年岁愈大哦，咱阿个咧传承就困难嘞。哦，啊，这是安尼啦，对无？啊，拜托大家，啊，出个时间哦，剩二十空间尔啦。要做几项代志哦？第一项，因为花博办咧，咱宏源后里甲外埔，我拜托你，你还好，大家也好，招人去看，看了伊就甲咱学落啊。因为咱台中的花博即马是世界级的，我拄仔去后日才来，有啥？翠玉白菜啊，已经啊安排咧咱的展览场啊，后日就要开放。咱即马即届花博每一个馆，拢让人评比是世界上好的展览，兰花馆啊，哦，啊是迄个啥物？哦，迄、那个一粒鸡翅花，哦。十五公尺高啊！迄咱的乌手做的迄个机械啊，哦，佫会唱歌，还佫会跳舞啊，迄不得了！所以大家拢做机械。哦，所以第一项，愈早去看花博，我看票愈侪。因为啊，咱做到这个程度，咱就有信心，全世界，遐的专家拢来甲咱看过。啊，我毋是为了选举办花博，但是这是本来就定在这个时间。这第一项，第二项。我看恁拢戴这顶帽啊吼，哦，我加足欢喜的。这顶帽啊，剩二十外天出门就甲戴起了，好。好。哦，恁若我若断掉，讲你无戴哦。早起啊去运动对无？哦，啊甲细细互人看到。啊去哦，菜市啊买菜。哦，还是讲囡仔要上下学去甲接一下。这顶帽啊吼，戴咧头壳顶啊，迄形成一种民调。即卖已经吼拢乱起啊。假新闻、假消息、假民调，你咧只讲不甲看过，你话多啊？是你话衰你？我，啊你无看过，伊票比我多，你要相信无？无相信嘛？连有个人甲问伊都唔知影，我的对手是啥？啊，我做出来民调一直悬，一直悬，一直悬。哦，这是来是吼，气势也无相。哎，不要紧，我顶届啊，四年前选举投票前，逐天哦。未使公布民调，啊，结果有一个吼，一间足大间的报纸，甲一个足大间的电视台哦，选前十天封关民调讲哦，对方已经赢我了，黄金交叉了。
我的人，咱的人紧张到，现在可能吹出来投票，结果我赢伊15%。所以哦，民调即摆拢摕来做心理战，伊要鼓舞伊的人讲伊赢嘛。啊，咱的人讲，哎呦，啊有一挂死鸡派吼，会感觉讲，哎呦，我唔要紧张，我才赢袂。这有好有歹哦，死鸡派可能伊想要去对无，但是咱的人有危机感吗？咱袂堪咧，拢无去投票呢。选举不是民调比赛，选举是动员比赛。迄天你就要放下手中的工作去投票，下下了时间了，有可能半天的工作嘛要摕来哦，搁减薪水呢。所以拜托你，咱的危机感，开出来票才是票啦。我都唔敢讲我民调赢偌济，但是我认为讲咱有做代志，社会有公道，所以拜托大家啊。哦代表做我的分身，这个帽子一定要夹夹甲递出去。你看一个菜市啊，你也去买菜，你要做人家递的吼。一个菜市啊吼，起码300-500人，啊，就是主人的啊。哦，那老师不爱递了，刮风下雨出太阳啊，这招吼我试过啦，有够古老，有够好用的啦。这两项就好啊，去看花婆，我到河洛。这个帽子递出去，甲我安尼哦，做我的分身，大家讲好无？好。啊，拜托我哦，林嘉亮一票，刘浩存一票，好无？下刘浩存一票，买林嘉亮一票哦。好。臭屁哦。好，安尼哦，因为今仔日哦，下蛋我还佫挂起几啊斤哦，啊，我着先讲啊只，啊，你下蛋可以食只物件，有准备无？有啦哦。好，安尼再次甲大家一起好，好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多谢。多谢认真的市长吼，来，认真的市长，加油！进步的台中，加油！林嘉亮，做帅！林嘉亮，做帅！林嘉亮，做帅！嘉亮，嘉亮，嘉亮，做帅！真正吼，六号，来，你甲看下，现在，六号刘浩存吼。关键的第33席，议会到底会过半未过半？看这粒，这粒一定要甲顾好条。刘浩存，做帅。刘浩存，做帅。刘浩存，做帅。浩存，浩存，浩存。做帅，做帅，做帅。咱年轻的来，刘浩存。和少年的来，刘浩存。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永安大家的光临吼。啊，我今日最多谢，努力，多谢。啊，来，啊，先来，那时候市长是福利先的吼，市长在看病啦，甲传落去。来